想他想好久，这家真的蛮厉害，这家是南韩，对，这家是南韩很有名的隐藏版的这个新香料。然后那天看 FB， 然后大家都在介绍这一道，哦，天哪，就很想吃它的东西。这道叫什么？羊肉双拼，哦，它有拉面跟散，就是这个脆脆的。哦，双拼是拼这个两个主食，对不对？嗯。而且手工的那种拉面好吃的，好酥哦。嗯。它其实还有蛮多菜的，说真的。一家人来这里吃还蛮多菜可以选择，然后可以大家一起分享那种新疆大家那种大口吃肉的那种感觉。所以真的来这真的不要开车了，最好下酒。它里面料很多，就是一直吃一直拌。因为我第一次有来，我点完之后，我心里想说啊，两个人吃一碗真的就够了。但是他都是现做，所以就是要等。然后呢，哈，我很聪明，因为呢，因为其实我都想吃，所以我把它带外带，我们回家可以吃宵夜。聪明。它料很多啊，香菜、小黄瓜、洋葱，然后番茄。如果你们觉得不够辣，我还有辣椒。嗯。我是觉得很好，辣度。它辣椒看起来是辣。不要加，不要加。啊，你要加？没有啊，我好香哦。我闻它这个超香的，知道吗？我加一点点，我吃看加我的肉。我放在那缸里，然后我旁边在那滑下去，一直不让我加。还 OK 啊。嗯，很多人都叫双拼的。嗯，就是它有汤的，汤的啊，就比较就不会辣，大家可以吃汤的。就冬天来的话，它汤啊好像也蛮厉害的。这家餐厅工作人员在公告显，银行如果正在补助食材，没有关掉才会引发不适。它真的分量很足，真的，你刚刚价钱很高，但有点高，它分量真的很高，所以其实都可以两个人吃。拉面呢，这样子170，然后两个人吃，我就觉得很划算。然后就点了蛮多电视台，我不用来，就是做美食节目的都会来，然后也蛮多网红来吃的 ，YouTube 网红来吃。他真的非常密。嗯，你要仔细的看，不然会错过。因为我刚开到前面才没看到，还没看到他，他是来过才知道说是哪一件。而且这嗓子，这嗓子啊，是他自己做的。哦，这是很花时间做的。要拉一条一条的，转完之后弄完之后调好形之后，还要自己下去炸。不过在我们第一次来做点超多。虽然我点的是羊肉，但它羊肉的少味没有很重，蛮值得来吃的。嗯，
但是你进来的时候怎么都是烟味。它这羊是羊杂，对不对？有肉啊，刚刚有杂，那我刚刚吃的不像肉。啊，那吃起来就是酸酸辣辣。但它不是泰式的那种口味，它加麻，泰式就没有麻。调味真的很厉害，学起来。这有何卖？开一间。大卖。反正我们有店面了。但是它很累。不管，叫员工自己煮。这让人很自然，如果你想要吃这间，那我们星期二休假，应该是11点到9点，九点就是都没有休息的。对，有时候可以，大家可以叫下午来，就比方说，因为他吃饭时间来说人蛮多的。他生意很好，所以尽量不要挑吃饭时间。你是不是点过了？这个不要了，好吧？哦，你点过来，你三个人不说错了，好吧？叫客人不要点，就是他叫客人不要吃太多，叫客人不要点，然后不要做。特别，很可爱的老板，你是吗？外带好的，你这个是牛掰面呢？牛掰面，确定是吧？每个人都吃一大碗，只有我们吃一碗。你外卖好吗？嗯。他不开始做吧？嗯。他在用别人的。嗯。那就跟大家推到这边，好不好？吃了。我继续在这边等。我让他吃一碗。真的吗？是真的很好吃。你留点胃，先吃点饼。哈哈哈。拜拜。